神，这冰与炎，还有永恒的寒冬。中奖记得发支付宝姓名就可以了啊。他是个骗子，不要刷屏。谢谢杨洋，还有四十秒开奖啊！谢谢，这个不是猴哥。炸！呀，这没炸着，还有二十秒啊！谢谢亲叔叔，炸！哎，挠挠，怎么的？右边有人啊？你给我死！亮牌是吧？亮牌。恭喜可爱喵的亲叔叔，谢谢千里快哉封路。谢谢老板，66个办卡。属猴人。不行了，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哎哎，别错了哥，错了哥，哥爸爸，哎，错了哥，臭弟弟，你还追呀？我要反杀你了，我告诉你，还追啊，还追，看看这波怎么反杀的，他把 Q 杆给用了啊。这怎么办？走位啊。挺烦人啊，咱先来一个荆棘背心吧。来个荆棘背心吧，什么打野的吧？啊，这把稻草人打野，那确实前期没什么用啊，这英雄。他们已经不再召唤我了。关注空巢老熊。炮车没丢，可以接受。咬！不要以为你个炉仙，我就怕你，小伙。他跑肯定是跑不过我们，你知道吧？其实这一波呀，最好是别推，但是我差200块钱，我不推白不推，对不对？而且我顺便啊，这一波如果他再皮，我还可以杀他。我炸！我本来想越塔强杀他的，哎，这狗熊是真不是狗熊啊，这奥纳夫是真烦人。快点回家吧，
我先来个步甲还省着跑得慢。这奥纳夫，这奥纳夫还在这打，还在这打石头人儿。完了，咬你一命。不行了，十秒钟以后再干他。这边没大招，有大招，有大招直接坐他脸上。我这个E再往后点稍微。你给我死，你给我死。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无限越塔啊，我们的护甲因为太高了，它根本就扛不住，而且我们扛塔也不掉血，可以无限越塔打。走，趁他还没溜，抓紧时间。十七秒，等个十七秒啊！攒个被动。不好办了呀！现在这里插个眼啊，我们在这个位置。他肯定会往这里插眼。不插。哎，刚才大招没好，大招冷却时间有点长。你看肯定会往这里插眼，瞅着没，等他往前走啊。耶耶，没想到吧小伙子。我就等着你。谁乱配音了？谁？维恩杀起来了，那我们不废了吗？那维恩起来，我们不完了吗？先来个小日炎，再出个大日炎，这把就出日炎了，这把不出冰拳了，这把越大，把子越大，你知道吧？那维恩呐，就打我们这种越大的东西就越好，千万不能太大了，去小一点吧，这把。劣势局我就不往大了整了，要是个优势局阵容还不错，还行。在我的梦里，我看到海谷风草与寒冰。你敢瞅我？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！耶耶耶耶耶耶！耶耶，走呗！耶、yeah ！别！三二一，耶！回血！啊！奥纳夫，把这打了，这不打了。
俺俩去把那中路那个谁大头给他杀了。走，给我找到大头。来来来来来，把这大头给我干了。让你玩大头，你给我死。大头儿的，上去再杀一波卢仙，他指定得推，我们去找他。所以以鹰比弱肉强食。他居然不推了，奇迹呀、啊！他居然不推了。战斗，让血液沸腾。最好能快点推。还剩一层也行，假装走一走啊，其实不然，这波不走，往这儿插眼，在这儿等他，看他出不出来，把兵线放在这个位置，他不出来永远别吃兵。我假装回家，真猥琐呀。嗯，哎，小老弟你来了。耶、我等的就是你。这奥纳夫现在敢惹我过来，我就直接把他杀了。这出的什么玩意儿？上来出一个水银，奥纳夫出水银，我没想到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居然敢吵我！我给你拿着吧！哎去！Q 放了居然还敢瞅我，走回家了。来个日炎，然后这把得出个板甲了。稻草人在下路，寒冰有大，日冥有大，这波可以来下。等我，完了，下路死了，给我杀！耶耶，水银！哎，这下路真不省心呐，真是不省心呐。这维恩怎么个事儿啊？这明显是不害怕我呀！我这一看呢，啊，给我杀！不害怕谁都行，不害怕我，是不？是不害怕？是不害怕我？是不？是不不害怕我？啊啊！不害怕我还？下路给他拆了，还敢不害怕我？来个板甲，
主播别吃我，没事，主播不吃人，你放心啊。谁也别出现在我面前，现在啊，谁也别出现在我面前，尤其是这个维恩。呀，卢仙是吧？嗯，奥纳夫是吧？先把中路塔拆了。大头是吧？啊，哎呀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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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会儿吐死了。这还搁那打什么玩意儿呢，这还快点拆呀。跟我来，这维恩一看就是要死的样啊，就杀这个来。耶耶耶耶耶、yeah, 耶、yeah, 快跑跳弹快跑、大地如血才是他应有的样子，风暴在大地上舞蹈。这维恩打人真疼啊，这维恩我纵声咆哮，光出右装感觉不行啊，先把反甲做了啊，反甲做完以后自然之力出完出九头蛇，光出右装这维恩打人太疼了。别往那边走啊，别往那边走啊，把他蓝给红给他拿了，来来来来来，等一下维恩啊，维恩指定来了，在这等啊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，就你叫维恩是吧？啊？谁？谁？我拍你的胸！你在干什么？奥拉夫一看这就是要拆上高地了，这就是给我撵他啊，这波绝对撵死他啊，一直撵，直接撵到他家去，这波让你拆东西，还拆还拆上塔了，还我操耶耶耶，给我撵死他耶耶耶耶耶耶，哎呀！挠！打大龙，顺便打个大龙，多香啊！他们小龙，我们大龙，哎，可以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奥拉夫应该是想法挺好的。他想的是什么？如果在野区遇到了我们家的这个稻草人的话，他可以直接不用大招，哎，直接水银解掉，把这稻草人给杀了。给我追！耶耶耶！给我！
昂。韦恩是吧？韦恩，韦恩。哇，和谐战斧，居然敢！哎呦我，谁？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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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这边给我定塔下，我就死了。卢仙死定了！耶耶！大头鞭，我看见你，大头！我告诉你啊，大头，让我看见你了。那我先看一看你。哎哎哎哎哎哎！这可不行哦。先扫一下，在这等一下啊。嗯，大头，嚣刚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刀锋来了，刀锋，刀锋救我！他们不杀刀锋，哎呀，他们杀我！坏了，坏了，韦恩拿人头了。韦恩可太克我了，韦恩，收一波中塔，有沙漏吗？有沙漏可以打啊，要杀就杀这个，哦，漂亮，稻草人，我这人头让谁给拿了？暗夜猎手。哎呀，暗夜猎手可不能跟他们赌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赶紧给他拆了。先把上塔拔了吧，要我说。来，把上塔拔了。哎，还有男 buff， 先把他们家外塔都拆了，然后我们等一等大龙，看看需不需要打下一个大龙，需要的话可以把下个大龙给打了。现在除了韦恩啊，其他人搁塔下我都能杀，除了这韦恩。几个人吧，你就说，你就说几个人，是不是就你一个？你跟我说一下子，是不是就你一个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看来不是，不是也没有用。我套你，套你猴子！耶，卢仙是吧？卢仙，卢仙还跟韦恩还学会了，还我人呢？后边是谁？奥纳夫是吧？奥纳夫，奥纳夫，我要盾。16个，正好。